林在熙，班长，林在熙。 班长，你怎么了？林在熙，走，快快快，离远点啊！谢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好吗？我想去救人啊。你没事吧？ 袁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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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呢？没事，没事。你受伤了？啊？走，来，医务室。班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先带你们处理一下伤口。 怎么了，至少？没事吧？啊，睡没受伤？啊，没受伤吧？都没受伤吧？睡没受伤？啊？来，同学们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来，我看看你呢。 给你消个毒啊！好了，班长，就有点小伤。不行，小伤也得弄，如果要是感染了就不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今天食言了。我说过会好好表现，比完美差一毫米都不行。可现在……是啊，你是食言了。 距离你说的丝毫不差，差了好几厘米呢。但是你今天呢，救人的表现一下子又多出了好几米，所以综合下来啊，你比完美还要好。